持续下了2021年，感谢你对先讯科技的支持与信任。借此在中秋来临之际，祝你中秋快乐，阖家幸福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在我工作顺利时，我很少想起你们；在我工作不顺、生病低迷时，我却格外想念你们。中秋佳节将至，愿在我无法陪伴左右的日子里，你们平安健康。提前祝天下父母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孩子，父母的离家是为了更好的团聚。无论爸爸妈妈离你们有多远，我们的心一直在一起。海上丝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中秋节快到了，妈妈愿你们在春华秋实的岁月里乘风破浪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加油！亲爱的自己，中秋节快乐！上半年的你辛苦了哦，希望自己在中秋小长假的这个时间点呢，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。我相信在充电回来之后，我将会做好每一件小事，我也相信美好也会如约而至。同时呢，送给他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手机面膜这一句，超级喜欢我自己，什么样的自己都可以。希望大家在关心别人的时候，同时也不要忽略自己，好好的对自己。